现在的亚洲小孩呢，我还能整。满分啊，问了能不问？我们这里还要搭一个桥墩起来，然后大家都在商量着，到时候把水泥拿上来有点困难，要不要把这条路给用水泥铺好？没有，我们是现在。如果你在下面倒的话呢，就要一桶一桶的挑上去，或者是这样砌上去。哦，这个路倒好了，就在这里倒。这里搅拌水泥，直接推进去了。在这里搅水泥。嗯。经过大家商量了一番，还是决定这里不要修路了，就不要把它冻平，直接在老房子里搅好水泥，然后就拖上来就好了，用桶提上来，这样子就节省一些时间。多叫几个人了，这。对，多喊几个人。如果把路修好，工程量更大。我们的转运车好像被雨淋坏掉了，打不了火了。淋了一个晚上的雨，打不叫了。他是脑袋进水了。哎，叫哪？多叫回来。哪来嗡啊？哪来？好大的油味！哟，2700块买的，不会就这样坏掉了吧？你们那么拼，挺快的啦！哎，管道叫我叫你走了嘞，走，这路过嗡啊！管道。这样笨笨那么大哦，对哦，我真没问哪一年现在铁豆发那种改了冷豆发要修理了，那个线都跑偏了，那个几毛有的2块钱，几岁呢？我不会倒，老师们，那支持到那个没，能倒档啊？倒档要什么？哪位？嗯，烧砖盖呀？啊？烧砖盖呀？那我烧砖忙，怎么路边那两个矮的都没见过呢？哎呦，盖还编不了我呀？哪里？哎，真的长竹笋了这里。一个，这是毛竹笋吗？毛竹笋。有发的，那不要挨不挨人家，怎么刚没还没蹲呢嘛？是不是？你玩家嘞？你来玩几个嘞？三多万，六万多万，莫不七万也六万多。啊？六万多。那老妹。那奶奶，俺刚走了呢，都。莫一地当官的问题就是呢。哎呀，那么哎呀，那么现在不那么，但凡都这就是那么的。但凡，
哎呀，都煮烂了，我这。煮饭都不会倒。哎，慢慢慢啊，到再加油完了，加油完了。这都那没拉来的。嗯。那你看见了哦？哪一年就？哎，我某年过来，那么少人过过桥么？那一般的。你点了没得？那有。你点了？没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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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点。冇嚟話問下，得到大房真係冇人教話問誒，賣曬人啲冇送入去喎。那人能死呢？冇人命，奶水也爽，那人奶爽。打火的那根绳子卡住了。冇想呢，那我冇生意，我他妈奶坑要嘞，那家就烂了，哎，生意我他妈弄坑。嘿，冇跟奶弄，啷买啥弄机油嘞？去那能买啥东西哦？弄弄，再给弄弄上。贵了，那那弄弄几轮弄把呢？人都那。哦，进了空档馆呢。你那门过太准了，我就听得起来。响了啊！哎，你咋不弄不弄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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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打火的绳子缩不回去了。奶奶，给奶奶，过年到改呢，么呢，么呢，唔顺呢么，改呢么，顶压个，看看。好，到改多呀，么顶压个，把它给它按住真呢。再次打开它的盖子。你看一下这个弹簧坏了。哪个弹簧？连那根绳子的弹簧啊？中间那个。哦。你没有发现厂长今天这个车没有以前有力、啊？嗯，对、啊，是不是？对，这点砖居然拉不上来了，奇怪了，真的不行就坏了，老化了，两千多块，下面下大雨了，天好黑呀、啊，真的要下大雨喽，已经下过来了好像，赶紧。暴风雨即将来临，打雷了。不要被雨淋啊。这个雨淋不要紧。还不要紧，淋一下雨都走不动了，还不要紧。
拿个大点的嘛，要不然风一刮就走掉了。拿个两个砖头压一下就行。哎呀，快点跑，快点跑，已经下雨来了。下面你看，下雨上来了。厂长，你看这么多，全部要一桶一桶的往上面挑啊，怎么跑？抖车呀。想得胖。这么多，你想一下。这里还有一大堆。那你要起来早点，把人准备好，东西准备好。差不多。打水泥板的时候要提前准备。早上可能要弄到下午，哇，天都要黑了。现在人还得赶紧躲。